为什么在网络上公然侮辱女生？我没有公然侮辱啊。那我们拉录影带出来给你听，我们等下去请你接礼物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我怎样？你说我们医生态度不佳，跟你翻白眼。我现在都已经传给律师了。哦。你蛮大胆的。我们全程录音录影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哦。医生没有跟你翻白眼的，医生。没事，我也换起来了。他说你有跟他翻白眼，你跟他怎么样？你可以跟他说明一下吗？像你这样没有看过像你这样的患者。没有啊，我只是我。可以拿下口罩吗？我才听得清楚你在说什么。啊，我就没有牙齿哦。那我听解释过，你那牙齿是断掉的，没有办法，你的医生助理说最好的建议是拔掉。当然你要不要拔是你要决定啊。我会用你的这个资料听众，你不要以为你撤掉就没有治好。没有，我可以请问律师哈，你在网络上所骂过的任何东西，你杀了人，你把他的说起来会没有罪吗？你错了。你现在骂我们在网上说什么医生翻白眼，对你哎态度很差。请问你有证据吗？我决定告你交通诽谤，照你现在的态度。他那个贷款可以先退一下吗？来，我们这边你们几些资料？好，你们家开，你家还有钱吗？所以你可以这样子随便在网上侮辱人啊。对啊，你家你的态度怎么办？对啊，我态度哦，我态度真的是没有你好而已。好，你可以嘲笑我们没有关系。我没有嘲笑你啊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。我只是觉得说，来，小姐，我麻烦你追逐一下医疗法。医疗法里面，我没有要跟你吵，你应该先尊重人。医疗法里面，你如果在这里公然侮辱我们，你在网上乱骂我们，你这样明显那个东西叫交通诽谤。那我可以先退款吗？对啊，可以。你要跟我约时间，我会退给你。先生，你是哪一位？没有男朋友。哦，那请你不要发言，这是我跟他的事情，可以吗？你也可以说我态度不好，我现在也有在录，你也可以上网再继续给我们，欢迎，欢迎，因为你没有互相尊重。哦，医疗法是这样子啦，张小姐，我必须跟你讲啊哈，当你有触犯刑事的时候，我们直接以你的这些个资移送到警察局了。好，这没有个资法的问题，因为它规定里面就是直接用这个移送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请你父母过来？你可以请你父母过来，我们立刻退吗？喂，金美阿生你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在忙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个二十分钟后打给我。哎，对不起，好好。你请你父母来，我立刻退他。我需要父母吗？应该不用吧。现在你没有跟我约时间，我现在正在忙，不然你就请你坐着等。我也会立刻退给你。如果你男朋友要对我诊所做什么样的事情？没有啊，我们一样会采取法律行动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很离谱。那天医生帮你跟你姐姐，还有你姐姐的孩子，三个人看诊看到12点多，医生加班帮你们看呢。那天是初五哎，小姐。冷静一下。我非常冷静，请你不要把眼睛离开我的诊所。这天我这是私人场所，我有权利请你离开。我现在公然侮辱我的人生哈，请你离开。你们在网上公然诽谤我们呢？我怎么会来这边看？现在可以请你先出去吗？你不是我的病人，我这是私人营业场所，请你离开。你要网上诽谤我也可以，欢迎。夸张哈，每天在网络上边骂人，医生怎样帮你用心看诊？你在网络上写这些骂我们的东西，我全部传给我律师了。我只是觉得说我怎么说医生翻白眼，你直接回答我。我只是觉得说我希望我。你请问你医生什么时候跟你翻白眼？你有证据吗？你不要那么激动，没有激动啊！你有看到我快说吗？好了，我根本都有在录音，你好像不太相信哎、欸。小姐，你要不要出来、啊？小姐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没有啦，你不要那么激动。我不激动，我很冷静。你是小姐吗？不要那么激动。没有啊，啊，所以你要很冷静。好啊，我可以排队等退房。可以啊，不过我要见到你父母，我才会退哦。我怎么要见到我？因为你要对你的言行做一些负责。我20岁了，我还要做我的言行。那你请稍等。那我一定会退你钱的。那我在这里。我这里都有在录影。你在网上安乱辱骂我诊所，我都有拍照截取。好、我从来没有看过患者像你这样子的。因为为你们看诊看到12点多哎、欸。那我下次现在是你不要退哦，我没有叫你走哦，我录影录得很清楚哦。我觉得像那家小姐，你非常非常的离谱哦，你还在笑，你以为你要一个简简的假名，
人家说你是谁啊？就是我的，就是你啊，是我的。你为什么要在网上说我们医生态度差，还翻你白眼？请问你要不要证据医生翻你白眼？如果有，请你提供，不然就告你家动诽谤。我只是觉得医生到底